要我。你是我头下。你是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这里是女神芭比乐电视剧《我喜欢你》即将开播。呆萌可爱的酱鲁斯携手男人味十足的林雨申，来一场甜蜜的年下恋。霸道总裁和娇俏厨娘的搭配让观众眼前一亮。林雨申虽然在年龄上比酱鲁斯大18岁，但二人谈起恋爱一点都不油腻。谈起两人的初次相遇，没有以往偶像剧中浪漫甜蜜的情节，而是在酒店的后厨，陆静发现厨房着火，很想点燃烟，引发烟感器警报。护士男一看陆静如此出格的举动，还故意是他故意放火，不仅泼了一身水，自己也被淋了一身，得不偿失。护士男一开始就要面临事业爱情双失意，他的出现简直就是陆静的担心，只要他在附近出现，陆静就各种倒霉。护士男醉酒跑到123报恩，一进门就抱着陆静不撒手，高冷总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生。陆静虽然一开始很反感护士男，但对美食的热爱注定了二人的缘分。